好，这一个它其实是要我们用 Form 1 Chapter 6的方法来做，可是我现在用 Form 5 Chapter 2的方法来做 Matrix 的方法，所以我在这边我有一本二减二三四，然后我这边有 PQ 会是等于13减二，所以我的 PQ 呢会是等于我的这一个一本二减二三四的 inverse，然后乘以13减二。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个 PQ 呢，会是等于一本 AD 减 BC，一本二乘四减二乘三，然后我这一个四跟一本二换到位置，然后这两个换符号，然后我有13跟减二，所以在这一边二加六一本八，OK，你不确定的话呢，你还是用计算机来按。它就有一本二乘四减二乘三，然后它会变成八，所以一本八。然后我的这一边呢，它就横下，所以它就四乘13加二乘减二，减三乘13加一本二乘减二。OK，所以在这一边我这个就一本八。然后我这一个是四乘13减四，那我拿到的是48，然后我这一边就有减39，然后减一，然后我拿到的是减40，然后我就有6848，8540，所以在这一边我的 x 等于6，y 等于减5，OK，我们用计算机 mod，然后 equation to unknown。然后它这个是一百二，然后减二，然后13，然后三四和减二，然后它拿到的是6跟减5。好，这个是它答案了。